Your Excellency, Mr. Chen Ha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elcoming us to your embassy. It is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be her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in joining our program. So first of all, could I ask you to tell us about yourself? 今天很高兴在大使馆能够接受来自缅甸媒体的采访。我呢长期在中国的外交部工作，曾经主管东北亚的事务，当然也参与处理了一些地区的热点问题。那么到缅甸来工作呢，这是第一次，但是对于缅甸的事务并不陌生。早在2005年我就曾第一次到缅甸来访问，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愿望。 So you've been here before in 2005, a very short period, and then now you are back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What difference do you see from reading about it and then from living here? 那么总的看，中国国内对缅甸的媒体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也体现了中国国内的各界和媒体对缅甸和中缅关系的关注。那么确实我也从一些西方媒体侧面的来了解缅甸，那么感觉到所关注的点不太一样，有些报道应该说还不够客观，不够全面。 So can I ask you about what you feel is different in the coverage of the media and what people see in the country? What is different in your perception? 媒体在若开邦问题上的不同的报道的角度和观点，那么应该说缅甸的政府，缅甸的社会，为了妥善的处理若开邦问题，做了大量的努力。当然，也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一些问题。但我想，这些都是在妥善解决问题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与合作加以解决。那么，中方一直是支持缅甸的这些努力，也支持缅甸同孟加拉共同的友好的来推动解决问题。那么包括一些友好国家联合国机构也在致力于妥善的解决问题。我觉得从缅方来说也有必要研究怎么样更好的、更多的让国际社会了解来自缅甸的看法、缅甸的声音。Do you think on the Rakhine issue, the Myanmar government should respond more? 若开邦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呢，这个问题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根源。那么作为中国是缅甸和孟加拉的友好邻邦，对于两国之间出现的问题，我们是希望双方通过友好的协商妥善的加以解决。那么争取是包括若开邦在内的两国的相邻地区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有关的地区呢也能够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纽带。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为此发挥积极而建设性的作用。那么近年来
若开邦问题在此突出后，缅甸政府和各界为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缅甸和孟加拉两国政府协商并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双边协议，那么有关的协议落实正在推进当中。那么缅方还为启动遣返安置正在做出积极的努力，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缅甸同包括联合国、东盟等组织和国家都在开展合作，包括在若开邦推进速效发展项目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努力是有效果的。而前段时间在缅甸政府的组织下，我本人呢也应邀去若开邦考察和并走访座谈自行返回的避乱民众。我们总的感觉目前遣返安置的启动是有条件是有基础的。那么避乱民众回到若开邦生活是有基本保障的。我们对缅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呢致力于协助缅孟双方妥善的解决若开邦问题。近年来中方提出并倡导包括止暴、遣返、发展三阶段的解决思路。三方呢还就此召开了多轮的非正式会晤，就推动解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达成重要的共识。那么为了协助启动遣返安置，并且呢为在若开邦现地的安置工作创造条件，那么中方近年来我们还无偿援助了1100套的活动板房，包括数十辆的车辆用于运送返缅的民众，提供大批的警用的头盔用于提升若开邦现地的安防水平。那么目前看启动遣返安置的条件正在成熟。那么就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缅孟双方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再次举行了会晤，就推动解决若开邦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探讨，达成多项重要的共识。首先缅孟三方确认双方认为遣返不能久拖，应该尽早进行。第二，缅孟中三方同意组成联合的工作组来推进尽早启动遣返安置。第三，那么三方都认为发展是根本解决若开邦问题的办法。那么确实正如三方所达成的重要共识里所说的，过度的人口同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料
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若开邦问题再次突出的一个重要而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确实有必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来从发展的角度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此外中方企业同缅方正在开展的若开邦现地的多项的经济民生项目，包括皎漂港口开发、工业园区的开发，以及连接若开邦在内缅甸中西部的中缅经济走廊西线的开发，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合作的途径来促进缅甸欠发达的若开邦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我们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积极协助，关键是在缅孟双方友好协商和共同的推进下，我们一定有能力来逐步的解决若开邦这个问题，为促进本地区的共同的稳定和发展做出努力。So, Your Excellency, Mr. Chen Hai, thank you so much for giving us your time, and I hope that your assignment the remaining years here will be very fruitful.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대수님 아들.